需要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额头正中间的位置长有恶痣，而且痣相长得非常的不规则，则一般拥有这样痣相的人，个人的智力发育不足，在事业上也多半都没有啥好的发展，工作的能力一般，就算是再辛苦，赚的钱也只够吃穿，没有一点的生活质量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